过年最想要看到什么？数钞机啦！哎，你看哦，看到这个钱，忍不住就想给它放进去算一下。哦，那声音好好听。哇，好哎，好哎，好哎！有一位数钱达人，是的，数钱能数到变达人的已经不多了。各位，过年最喜欢干什么？数钱嘛，红包打开了，哦，数得好开心，对不对？一起来欢迎蒋月慧来喽！哦，因为每天都要握手，每天都要握手。新年快乐！我跟你讲，你什么时候人家说你是人体点钞机？四五年前吧，四五年前。为什么？你是做什么？因为他一分钟那么会数钱，一分钟数多少？我以前是在学校当出纳，啊，事实上我以前是读学商。学商。那因为要考试，那考试他们是用这个方法，对，但是因为。那个正式的方法我不会啊，我不会，然后我就自己就发明了自己的方法，就没关系啊，不用修整。他刚说我不废了，哎呀，什么关系？是客家人的，讲台语买通啊，对了，我打给地方高哥，不要说你不会，这我也不废。数钱，他为什么变成这个人体点钞机？是因为他一分钟数完20万新台币，一分钟，面额多少？面额多少？面额1000的吗？1000吗？面额1000的，对，1000的，20万呢？等于200张哎，200张，一分钟数完。讲真心话，你有没有数错过？有啊，我很紧张啊，不要紧张，没事没事。我觉得这个比我执行的时候还困难。哦，没关系，那不然。然后给你表演一下，他要表演什么，你知道吗？他的戏法展开变成一个圆形，因为你是用圆形来数是吧？我是圆半圆，半圆像扇形。啊，那个圆形的话是表演。表演那表演。好，来表演一下，表演一下。好，等下我们再抽一张嘛，他会猜出来是哪一张。没有。还是磨水，哎呦，要揉的，哇，好怎么手？哦，好像开瓶，好像在洗头哦。哇塞，这个很厉害，哇，太强了吧！哎呦，它还可以一直在转呢，一直在转，好厉害哦，好厉害哦，一直在转，这叫什么？这个叫赚钱。不是在炫富啊！我跟你讲啊，你们都不知道他现在的职业是什么。是什么？你们猜，怎么猜也猜不到。魔术师。猜到了。拿娃娃打人。洗头发。不是不是。来跟大家介绍一下，你现在的工作是什么？我现在工作是那个屏东县县议员。难怪他刚说他每天都在握手。没有没有没有，而且他只县议员哦，他算都是算议的。哎，你看哦，他这个看起来就是几亿在算的，小咪咪。